火眼金睛游戏规则，两队轮流派出队员，根据指定词语进行肢体表演，并派出队友和对手同时抢答，先猜到这个词的队伍就加一分。好了，接下来请两队派人出战。等一下啊，我哥比划，唐老师你们猜。我比划啊，我们猜。对，哎，咱俩猜，咱们一块儿猜啊。谁猜啊？他比划，我们俩猜。你猜。哎，你猜。好了，好，准备好，挑战开始。嗯，两个字，第二个字。八猴马鸟蛇八鹤母鸡 yes、第一个字再想第二个字。斗鸡啊，下一题。好，四个字啊。立正。立。第二个字。我哥在你后面。你啊啊啊啊！三，对对对，最后一个字儿，波哥。是，对，没错没错，第四个字跟他有关系，跟他的名字有战神威猛。OK， 好，这个厉害了。圆啊，四个字啊。大。这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大海捞针，大海捞针啊！哎呀妈呀，这个太适合我了。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啦，妖娆招蜂引蝶，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哇，开花，第四个字在下。下一个，哇，好厉害的功夫啊！世上还有此等高人？过江龙，五个字。轻功水上漂，正确。下一题，四个字儿。今天有一个老师上来以后跟大家说，啊，我演的是啊《三国演义》。第一个字是三顾茅庐，对，三顾茅庐。正确。耶！好，下边这个，哦哇，厉害了！这最开心的一件事儿，几率很小，但是。发工资，哇，中彩票，哇，这孩子吧，你这样吧，这孩子嘴有点碎。好，中风，你这比速度，你这样，你出这题，这算个题啊？时间到了，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。耶。终于来，我们继续派人出战。这轮家族队派人比划，我们俩好不好？加上那个欧阳老师，你比划，我跟欧阳老师两个人猜。那我也跟欧阳老师吧，我们截胡。欧阳老师，欧阳老师截欧阳老师的胡。欧阳老师，小欧阳老师好。啊，腾哥，空降兵。对对对。
不要垫脚。垫脚，不要垫脚，没有用。我们这里可能需要苹果箱。对。好。挑战开始。跑，跑步，奔跑的小猪。三个字。我猜你演过什么？贾宝玉。回答正确。耶！哎，哥们，这是什么？有这情节吗？不是我很轻松的。我们站着吧，站着我们看得清楚一点。时间有限啊，来继续。四个字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游泳、跳水。游泳、跳水。跳崖自尽。第一个字。拉。长。长。长发飘飘，开壶开眼，第三个字，梅，长什么不长？长生不老。回答正确。哎，欧阳老师有点厉害啊。漂亮。第四个字还不明显吗？不像长生不老啊。你们俩是不是回头看了？不可能，他那么正直的。你俩把手给我伸出来。继续。是。沈腾疯了。哭笑不得，哭笑不得。乐极生悲。哦，正确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三个字。妈呀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哎呦，咦，美男子，美男子。林黛玉。哦，回答正确。哇，厉害了。贾玲你怎么猜出来的？他就想变成林黛玉。我的天哪。三个字。咦，西，林黛玉。蛇，白蛇传，新白娘子传奇，青儿，白娘子，前面俩字都对，西湖，白娘，白素贞，白娘，白娘娘，白娘，白蛇，白毛女，白毛女，白蛇传，白折腾一阵，憋死你我。我忘了这个人物形象是什么样的吧。过。白蛇飞。这可以，这腾哥本腾。哎，三个字。丑，憨豆。太丑了。丑八怪。哦。娱乐。金凯瑞。变相怪杰，这是四个字了。三个字，对不起。脸，瓜子脸，大饼脸，脸盘儿，脸盆，不是宋小宝。吃西瓜，大西瓜，大饼脸，大饼脸。这啥？这是瓜。下一个。一个字。折折。囧。哎，对了。哎呀，哇，来，还有最后一个词至关重要。四个字。狂风催人倒，弱不禁风。回答正确。啊，弱不禁风。
这一轮啊，3-3啊，打平。不错不错，就这演技，我的天哪！不愧是我上一季的队长。好了。接下来这一轮升一点级，两个人比划，两个人猜，可以合作搭档表演一个词儿。好，我和花花比划。我姐也会啊。好，双方都准备就绪了啊。不许往后看啊！挑战开始。哈哈哈！当当当当当，你弹你弹。古筝。当当。古琴。哟，看看。对牛弹琴。啊！这里边有没有人呢？还是就他一个人呢？西门庆，《空城计》正确。哦，《空城计》。说可跟人吐火的那个，喷火的那个，烧你，烧你，哪吒闹海，红孩儿，红孩儿，红孩儿，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见，他把我们挡住了。八个字啊，我火成云啊，哼，我恨死你了。我看到你，我的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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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火眼金睛。首先我们俩的关系是仇人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正确，张老师。谢谢。美声不是超级武林，超级武林高。海豚音正确。哎呀，海豚音，刚才那是海豚音吗？哪一个？我的天哪！凑合听嘛。我以为喊救命。四个字。我这样。哎，这是。大便。这样。活人，大便活人。四个字。哎呀，当今这个形势乃是，当今这个局势乃是三足鼎立，正确。哎呀，演得好，演得好。哎呀呀！不是，那我确实想不到，这两个组是这样，一个组是这样。哎，博哥，这种行为相当于四个字。我多余死了。我想想啊。站住！咋咋呼呼。哎，把钱拿出来，来，后两个字是。截胡。呼呼。快来！哎呀，我来，泼水。泼水节。然后赶紧的，把钱拿出来。泼水趁火打劫，正确。哇，博哥，哎呀，啊，四个字，哦，野人，猿人，啊，猿人泰山，星星，啊，还是那个星星。泰山，人家说对了，前两个字是对的。人猿泰山，泰山人猿，泰山压顶，正确。好，郭嘉老师抢答正确，还有最后一题。这泰山压顶太棒了。哇，这个一幅四个字，一幅什么？四个字一幅画。四个字一幅画。蒙娜丽莎，呀呀，正确。I love you。蒙娜丽莎，你都。
都猜得出来，我的天哪！我天哪！我跟你说，我猜的都是这个，离现实越远，我就觉得越准确。现在4-4打平，还有最后一题。啊，这个，腾哥，我跟你真的是。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。哇！哇！你尝尝，你尝尝，好厉害厉害！面和心不和。这一轮获胜的是我们的王牌演员队。哦，悄悄，你悄悄。文哥太聪明了。好，来再次互换一下。好，来最后一轮，请队长派人，两队各上一个人演，两队各上一个人猜，没有截胡。我们腾哥比划，小童猜。博哥你来猜，我来比划吧。啊，你来猜，黄渤比划。行，我反正哪面都强，没事，你这给我放哪儿都行，是吧？咱们走。好，看两个年轻的啊，咱们两个脑子快。准备好了啊，挑战开始，第一个词。7个字，沈腾真的老了。第一个字，饮干，一醉解千愁，醉，快了快了，哎呦，好久不见了，来，再喝吗？这继续，这才999杯，九不。再猜不出来，我俩就醉了。酒逢知己千杯少。4个字，相敬如宾。再演一遍。笑里藏刀。你竟然没有看出来神经病吧？过。还是4个字。贾玲躺着了，完了就。波兰奇。波涛汹涌。这什么？离得已经很近了。峰峦叠嶂，波涛起伏，波澜壮阔，越来越近了。第二个字叫什么？这不是，这是什么？这两你们是合作的在演吗？合作。第一个字啊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第二句就是这个，这都猜不出来吗？过，下一个。第一个字，风油精。第二个字，皮揪咸皮。皮的里面是什么？肉苦肉计。正确。聪明，太聪明了。4个字啊，不是，我就演最后那个字。摇摇铃，掩耳盗铃。耶！聪明。4个字啊，4个字。损塞。宋小宝。第一个字。送刀，小刀，宝刀未老。正确。好。6个字。就他长得怎么样？丑。哎，好。对，
这。就是那个从外边要回到哪儿啊？家。第一个字是家。第二个字是家丑不可外扬。你瞧瞧。耶，小童答对了。还有30秒钟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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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相识，好不相识。最后一个啊，两个字，啊，贾玲。太厉害了。我先问一下，怎么就贾玲了吗？刚才就是形容一个美女吗？不是吧，刚才你给我好好说。我哥这样，然后我往左一看，我看贾玲姐，然后眼中带着恨的眼睛。你没有没有，你这不能，你这不能挑起事端来。我确实说的贾玲，但是你想错了。我说你没看我的手是往外翘着的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就说这个腿已经支撑不住上身了。来，有没有人来扶我一把？扶我起来。行了，腾哥，演的时候没见你这么嘚瑟。你在这个环节当中，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王牌演员队。恭喜。